现在的话是芹菜，芹菜、杏鲍菇、贝壳、蒜香。好，那就是杏鲍菇。那汤的话呢？蒜香海鲜炖清汤。那南瓜浓汤吗？蒜香海鲜炖清汤，然后小朋友的话就金沙南瓜啊。那再来是主餐。主餐我要纽约客。A 是一个蟹。啊，纽约客，那它会比较偏向瘦肉，推荐的话是五分熟哦。温柔小分点吗？七分吗？七分还是会有带点咸，然后它本身是比较偏向瘦肉，所以会比较扎实一点。哪边呢？那熊大概略带一点粉红，七分熟这样子哦。香蒜啊，点牛肉，带一点昆布的甜味，熟度的话推荐是七分。OK， 那再核实。不要以下酒。是，那这个的话也是属于加购的部分，会多加七九。你说炸饭团。炸饭团，炸饭团，好，那再来是核实，那不好意思，点点。抹茶红豆冰淇淋。抹茶红豆冰淇淋。两样，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。是。冷月紫米，它是温热的紫米粥，中间冰镇的芋泥球。那甜点的话要做内用两个甜点都做外内用吗？冷月紫米。我带你们点菜就进去啊。嗯。那重新开头一次，另外大家我是丽丽。今天来到淘宝屋庆祝爸爸生日前一天。对，是前一天。妈妈，你要吃这个东西几次？是梅子的饺子。哇，我突然间发现。今天的话就帮你使用一个钻石领这个优惠哦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庆生。今天有这位超市。对。好，没问题，谢谢。走到要生日了。蟹膏最好吃，蟹膏我吃吃看，第一次吃蟹，就没有蟹蟹的感觉，没味道啊。对啊对啊对啊，好吃啊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谢谢谢谢螃蟹给你，不吃这个。好。来，来，小心走开。我来拿走。空桶鸡蛋现在大概有。对，好久没有吃这么一碗汤。慢下车哦。先吃。这很漂亮哎。小妹，你要不要自己喝一个汤？要诚意。因为它这底下也是烫的。好吃吗？脆脆的。然后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吃一个套餐的。我们下次来你，我们还是点两份就好。然后可以点两个软壳蟹，好不好？
比起小孩的，大人的还比较好吃嘞。大人的南瓜它就是不同的味道，但小孩的就多了一个莫名的味道。它是其实小朋友的里面有加那个奶粉。哦，这是奶粉的味啊，这个是嘿正常味。正常味。Kinoko Kinoko Kinoko Tamata Nana Nana Itesu。我们音乐课教了一首新歌，闹钟响亮，快起床，上课迟到，这样不好。然后呢，那个背上书包，哒哒哒哒，没有漱口，也没刷牙，不相信人。然后哒哒哒哒。有的微笑，不管他三七二十一，哒哒哒一声哇哒哒哒。运动吃他美国纽约特牛排，七分熟。他们可以搭配黑胡椒酱或荷包或者酱都需要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自己切哈，要不要快一块我的牛肉？不用吗？不用，哇，这好软哦，这也太嫩了吧，一下子就直接这样子的。要切一小块给妹妹。给你的叉子当剪刀，在哪里？姐姐。姐姐。奇怪，没派个人，原来今天是。
里，来接客人。这是昆布汁搭配，而且我们在你们卫生纸里面，卫生纸，好啊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们的，你们两姐妹自己分，快点。这三个不要，对。要炸花椰菜呀？炸我还有甜点的味，女生有两个味的，我一个味在这里是主食的味，一个味在这里是甜点的味。真的？更强，牛有四个味。爸爸有四个胃，爸爸有胃胃胃胃。妈妈喂我，妈妈喂我，妈妈喂我，妈妈喂我。一二三四五个甜点，六个。我要试着挑战，眼球是白的。一杯白开水吗？稍等我一下。谢谢。啊？我待在那里太孤单了。待在那里太无聊。你怎么这么热？我很热。我就很热。屁股好热。我后面屁股很热。回去做吧。先擦油的啦，水蜜桃，来水蜜桃，